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告别式，庄严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晚帐，寄托着人们深深的哀思。告别式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横幅，上面写着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横幅下方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大幅彩色遗像。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江泽民同志遗体前摆放着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平率全家敬献的花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告别室内摆放着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上午十时，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缓步来到告别室，在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前肃立。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三鞠躬，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随后，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平和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到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江泽民同志生前友好等。10:20，八名礼兵贺林伴着哀乐缓缓走出告别室。习近平等
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上灵车。10:30，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室成员和江泽民同志亲属的护送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同志悲痛肃立，向江泽民同志的灵车行注目礼。长街肃穆，万众同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上午10:50，灵车驶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大礼堂，习近平等和江泽民同志亲属向江泽民同志做最